板桥慈济志工利用农历七月吉祥月，向社区内的公司行号呢，还有这个公家机关推广每周一素，还特地准备了上百个素便当和民众结好缘。吃素到底有多好？新北市板桥慈济志工让民众用吃的来感受，从早上就开始张罗100多个素便当，看看菜色，色香味俱全，还在盒盖贴了静思语，用心都在细节里。抱着用煮给家人的心情来做这一餐，有鳕鱼排、素肉燥，然后高丽菜、鸡肉，这样子让大家都能够觉得说，哎，素食也很好吃哦。热腾腾的便当打包好，赶紧送到板桥农会、还有板信银行等公家机关和公司行号。板信银行的工作人员转交爱心捐款，要帮助高雄气爆受灾乡亲。推广每周一素，志工的用心也间接启发民众的悲心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李公贤、郭志龙台北报道。